渐渐妙计，你要印尼钞就得改过来印尼钞。我也不知道你们平常拿我们的仪轨是怎么操作的了，是不是？好，我们看第六，请说戒师。因为说戒本来是善助说的，佛念善助说戒。众情以别差，众终须勤请，为奴到善座前，富贵合掌，大德慈悲，为僧说戒。这是行智超的比丘的文，你们又不一样了。看陶影啊，陶影倒数第三页，标的红字的，众生和合。请大子为众送力，是不是？都是不一样的。那是你们的仪轨，我们是根据世钞的。你们说这仪轨就根据泥钞来就可以了。你们做个记号，回去这么几个地方一改过来就可以了。好，161页。历劫教程六一百六十一页，若堪说戒，此说戒自正当我作。好，翻过来162页。如果善作是不堪，他就说了：但此说戒正当某甲，但为老病延迟浊动恐恼众生，念次作说。因善作不说的次作说。次作假如又辞掉不说呢，此时方可生差戒之。本是应携利者习诵故，善作执作是已。但此作戒任当母甲，兼为诸比丘习诵故，自母甲所言生差说戒。这一句话是根据我们平均式的实际操作的。本来佛陀治的是善坐所戒，善坐假如有情况，老病等等，那次坐说，次坐又不说，那就真差。这里注明了，是因为本事就平均是因为协力的，我们都善坐说，下面就没机会了，就是我们直接就为奴到善坐那里，善坐就告诉他到母甲。母母比丘生在说戒，为奴到那个说戒之前面，跟他讲生差说戒，他送戒的人回答，他就出来了。出来为奴回到打戒的地方，要念一段文：大德升天，生差利支母甲为僧送利，放耶母甲利支僧高坐。这个时候，比丘那个被拆出来的比丘就到中间礼僧，这是泥世钞里面的，泥钞里面又不同。泥钞我们看陶影，比丘泥钞卷二说戒篇十五40页，僧具差矣。看陶影，利施焉起具修威仪，焉起具修威仪。自身中大铺作具，四向礼拜，生以惭愧白言：我比丘尼母甲起早河南见白众生，僧差送利恐有错误，愿同众者弘持指授。尼超讲的有大铺作具，也就送戒的人出来要斩具礼僧，比丘出来没有斩具。世钞当中，行世钞当中没有讲到斩具，因为这就是男女报体不同。所以你们根据我们仪轨这里没谈到斩具，你们就得补进去，根据泥钞的文把它补这里。你们出来是大铺作具，应该就斩大具，四面礼僧，念的文也不一样。我们先看162页。那个大德升天，不是，在下面倒数第二行162页，小比丘母甲起早河南见白众生，僧差送利恐有错误，愿同送者只受。
这是秦志超比丘的仪轨，比丘尼的仪轨看陶眼，我比丘尼母甲，起早河南见白众生，正在中立广有咒，愿同众者红池水紫寿。比丘尼出来做白昼，送愿同众者紫寿。尼超有加一个红垂紫寿，所以你们要如法如例的按尼超，你就这一些文都得改，不能按照我们的文搬过去。这是说戒的戒师 出来，他白完了就是善坐，站到那个说戒的那个 位置。这个时候出来上花，我们看历劫教程162页。时间到了，要不要再休息一下？刚才我们一起看到这个说戒正仪，说戒正仪要一堂课学习完，那只能说是念一遍，要细节的问题一一要把它学习完，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我们大概的过一下，十二那一天还会演习给大家看，因为大家观拿这个仪轨去实际操作还是有点困难，光靠着一堂课时间的学习回去操作还是有困难，所以我们后面有一堂课我们的维奴斯会带着叶仲之他们演习给大家看。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比丘尼被生拆出来要善坐诵戒，自己要念一段文。比丘念的是贤智超里面的小比丘母甲，起早河南见白众生，身材送力恐有错误，愿同众者指受。比丘尼送戒，那就跟尼超就好了，就恐有错误，愿同众者红持嘴指受。完了之后就身坐，身坐之后，这个时候有两个比丘出来上发，因为他这仪轨每一个环节你粗心的话看不出来，要细心的话它每一个环节对它的含义，你看它是受酬至前洗手的，那你要把手洗清净。受酬什么意思？入三宝树，你今天犯根本戒了，你就可以不来参加，也可以不让你来参加，你就没资格入三宝柱。你今天能参加这个说酬，那你是身份清净的，你说酬之前少几清净，他不是说完了再 洗手的，所以说他次第都很昏迷。那个说戒师上去之后，那个接下来是上发干嘛呢？是供养。你看163页上发，一二比丘持香发身前散洒，各洒一边，留中空处，洒已返回，上发持为奴几记，大众同焉说记，上发庄严见观绵庄严宝发以为藏，善众宝发片池方供养一切诸如来。这是善说戒之已经坐上面了，因为说戒师是被身拆出来，他是可以坐上面那个坐的，但我来跟大家讲课，我就不能坐法师的坐了，
那什么？那是法主的法座。我们是知，是知师父的座要是什么？如其师，是不是？那个位置就我们去典礼那个位置都能增长我们功德。法智不在可以典礼法智的法座的，可以增长我们功德。反过来做师座就增长我们的极大的一个罪过。所以说说戒师他可以做，为什么？他生财生的这种的命他比师大，生财说戒他是可以做那个法主的法座说的。所以说说戒师上去之后，他上发是供养的，供养完了接下来就是唱这个祈祷礼诸佛，前面都是念的，就围炉几个枪大家就念了，上花庄严见光明，就这么念。这祈祷礼诸佛是敲引磬来唱的，唱完了中间还有翻过来164是行香供养为奴，前面有一个比丘在那里拈香，拈完了他是为奴缘行香说偈，大家就一起念借香殿香借托香光明迎来变化借供养十方无量佛见闻普见证寂灭。念到这时候为奴打戒两下，大家就坐下来。在这之前也就受酬开始跪，跪要跪到现在，这是如按照例里面要求的跪到现在。你们人少那个速度比较快，就可以根据这里面来操作，就可以跪到这个时候坐下来。坐下来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下面这个祭念完了，至香炉以香案上一拜归位，也就行香的这个人也回去了。众僧坐下唯奴亦归位，亦归位这三个字打印错了，应该是不归位，唯奴还在跪在他的那个地方的。唯奴跪着是看着大家，因为生及否唯奴要回答生以及，唯奴是这样跪着看着大众的，他不能我们原来没这么做，后面看这样不如法，我们原来是唯奴回去面对面，那生及否唯奴后面唯奴看不见啊，唯奴后面没有一长眼睛知道吗？那只能唯奴 站在跪在这里往前面看，他会看哦，能生有没有及，有没有站着，有没有坐着，有没有躺着，他是所以说唯奴这个才是不归位的。诵戒师就开始诵前面的戒本了，四分比丘戒本祈祷礼诸佛，到165页说戒师就问如来立见戒半夜半夜捉戒，再来就问何生及否，唯奴跪那里就回答生以及，他就看一下生都何以及了，和和否和和，而且大家有没有都坐着，都坐着一个人站着就不和和了。未造具戒者出，这个时候沙弥就出去了。看倒数第二行啊，沙弥出来还经典礼，在中间典礼，典礼完了善坐说这句话，此众生不杀说戒，汝等未造祭足，不以闻思，各随本业诵集，谨慎莫放逸。这是比丘的刑法。那比丘尼的刑法你们看陶眼，你们也得改了，你们不能念这个文，你们是根据尼钞。我们看在善作当告诸释迦牟那尼等，也就要这么念，汝等年未充行未满，不堪见入结魔身术，同天说戒，待至年充行满，受具戒见，然后得意说戒，汝等各返本处见念忏诵，不得散乱，然后方便更是一拜。说完了他一拜就退出去了。所以说你们根据我们的仪轨，你肚子很不好做，是不是？不要拿扫地拍不宜，你们要陶冶我可以考给你，没关系，这是公开的，
你们有灵钞，你们回去，我几月几行都标好了，是不是？回去自己找一下。回去有心的泥众，你们回去编一个自己仪轨，我今天不把你都找出来了，就根据此众生菩萨作戒，那个不要把那一行那个补进去。就从哪里开始补呢？就是如等年未充弦未满，那你开始补这一段来就可以了。好，翻回来，这个典礼一拜，这个他们就退出去了，贵州具戒人他要搭点带词，搭完了就退出去。翻过来166页，退出去之后，他这个为奴就回答贵州具戒者出，送戒者又问不来出比丘说意及千见，有说意者这个时候要出来说意，没说意的为奴就回答此众无说意。接下来就问谁前比丘尼来请教戒，因为尼八戒当中每半夜要请教戒，比丘在所意问和当中有这一句，你比丘尼所意问和当中不可能有这一句，是不是？这是极限于比丘，也就说戒的时候才问这一句的。有比丘吗？你们每半夜说戒，其他节目不问这一句，因为其他节目不会涉及到每半夜请教戒。此众无尼来请教戒，假如有的话，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广法列法，就很麻烦了，就会出一大堆问题了。这个不妨我们去看一下尼行法当中的那个请教戒的事情。要我们全部先看完，看完再看您先话也行哈。先把说戒仪轨先全部看完。他这里是比丘说戒，说到这个地方，他就把你请教戒插进来。因为你现在有很多你众来在请教戒，我们每一次送到这里，他那个比丘去接待你们，那个比丘就出来。要就是他念这段话，就是166页，大的圣殿母寺。比如说持仙智太平智女众和合差比丘尼母甲母甲半夜典礼大德僧族求请教见尼人，他要到上座前，这个是比丘的做法，你们可以不学啊。诸位比丘们，你们有女众到你们行法，你们这就得去怎么个说法啊？因为现在是女众多，女众多，我们假如参进去讲太多会耽误课程。我看再找个时间看怎么个调整哈，也就有几十位比丘来这里学法的，这个自己就得懂得怎么个做法。看167页，请教戒整个弄完了，就是请教戒已见，这一届都不关比丘尼的事哈，都是比丘在操作的。接下来这个戒师就问。真宣何所作为？为奴一直都跪着，为奴就回答说：“说戒结魔。”念完这一句，为奴才站起来回去。要等为奴回去之后才做结魔，因为为奴没回去，跪着跟坐着威仪虽然是统一，但是会换一个别众，不能背对结魔，是不是？他就不，因为他跪在这里背对着说戒之，做结魔是不可以。所以要等他回去之后才做结魔。我们看陶演，你抄当中也这么要求的。你抄的第二卷说戒篇43页，戒师带为奴坐矣，也就是身先何所作为？为奴搭说戒结魔，为奴是跪这边的，为奴得站起来回到他自己位置，这个时候说戒师才能做结魔，因为他没有回到本位坐好，那就等于别众了。
林超说，说戒师要等待为奴做以后，然后做白，以为做时候便有坐立不同，岂非别众等过。所以若说戒见为奴民众啊，那个是后面的事。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历劫教程啊、这时候戒师就开始送戒本，送完了下来，我们平均制的操作是比丘戒下来送菩萨戒马上上去的。有一间庙他分开送，也就初八是二十三送菩萨戒，有的庙有这么做是不是？我们是一起送，一起送就比丘，你们就比丘尼戒本送完了，比丘菩萨戒那个戒师马上上去，中间接上去就可以了。好，翻过来168页，168页菩萨戒这个送完了，那当然也可以一个人一口气送完也可以了。我们一般都分两个人送，因为一个人送会很累。练完了为奴就起将忏这个神通五千人，忏完了这个比丘慢慢下来到中间就是三拜，拜完了也唱完了，就开始念小比丘母甲自见众生主驾见界众生生在众力上也不前对万字应真慈悲是以欢喜。念完了前面为奴几千诸佛出世第一块文法混前安阳块大众和寂灭块众生离苦安乐块，后面加个三归一，这整个诵戒就是完了。好，那个我们再看一下119页，是涉及到比丘尼你们来请教戒的事情。尼众贤法119页，尼众贤法前面是忏悔法，后面是说戒前法，也就每半夜说戒。你们八戒法当中有每半夜说戒这么一个刑法，在你们戒条当中有一条，你没办法不请教就会放一个戒条当中一个提罪，所以说这说戒刑法，你应以说戒这即生所欲差人请教授，白二差之文出夜书，白二差一人以考差二三人为伴，你不能独闲，就生差一人考差 两人三人为伴，到往生世中自所人所主人所低头七声低头和掌言，母是你众和和离比丘生足求请教见尼人。好，翻过来120页，比丘生以不三日一餐一人你受主人以房外设一船座，泥自时来是人是宜人视之，比泥自繁琐少足者亦坐亦船座，念一比丘为伴力，少泥语言告言，待日晚说戒时，未知众生未知有否，然泥众未亦别请未亦生斥，随与大年又告言，明日可来此，问见可否，你便辞退。这个只能说有那个每半有请教戒的，这么一说才知道，有一些从来没行过的，有可能听起来比较糊涂。但下面就涉及到你比丘尼到比丘僧团当中的一个做法，僧祇言，凡尼入僧室，在当在门屋下先白河南比丘尼白住应天。这段文断句有点错，应该是河南比丘尼白住应天。这是出在大正藏22册539页。哎，这是涉及到什么呢？大家看陶眼，就会涉及到你们一条戒条。你们不是送戒，若比丘尼知有比丘僧前来不白耳住者波夷狄，但你们现在行这个法行的不足法，怎么不足法呢？就每半夜请教戒的时候才做白，是不是？
平常来不作白，这很大一个误区。那若干年以后，你们成祖师爷了，你们徒弟徒孙要每一次来要作白，他都不用了，俺们的师父就只有请教界作白的，就会变成这种误区，知道不？跟法师早上讲的一样，母大德把传戒扭曲掉了，把那围起来，我们现在讲改都改不了，以前祖师做的，你们现在把这个法行坏了，将来有先去行祖法的，你们的徒弟徒孙就很难行，一定得行。我们不能把法给改掉。你看那个戒条，若比丘尼知有比丘生前男不白而入者波夷敌，他没有说请教戒作白，不请教戒不作白，我们 没这么说，是不是？不能改法，改法有罪过的。而且你看这个文字怎么呢？一脚在门内，一脚在门外，方便易入而欺入而不入者波夷敌。可是在升起力当中讲，不白而入者即一脚突击罗，两脚踏进来就波夷敌了。有人说我到课堂告白一下，你门口波夷敌已经结了，不知道课堂。不是，我们这一次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了你们考虑的，我们其实都很麻烦的，你就他妈要学习，我们还得派人去接待你，你们是你们自己应该懂的这个法，到门口怎么下车穿袍大衣做白进来才不犯这条戒。不是我们找你们麻烦，其实反过来你们找我们麻烦。我们得配合你们做法，我们不配合你们，你们会犯法，但你们还得改过来，千万不要说半夜请教戒做白，我们可没这么说，是不是？将来有比丘尼要行这条戒肯定很难行，为什么被你们改掉了？他是只要比丘尼到比丘就得做白，没有其他的条件的。升级力很严格，四分力还有开其他的情况，升起力只要两脚一入他就波夷敌。我读大正藏22册539页第七行，我几页几行都标给你们，这都是原文，我一个字都不敢改，这是佛说的。所以说这个法大家现在几乎都是行得不太如法，这就是我们对法如来自定的戒法那个一种误解。我们现在的误解将来会给后面的人，若干年以后你们都祖师爷，是不是错误会 留给后人？所以说这个法大家现在知道了，尽量把它改过来。但有人也会有一些说法，什么说法呢？一说我去哪个比丘庙他不配合我怎么办呢？我一脚进去就波夷敌了。这个我们就得考虑到自身问题。社会上呢有一句话叫什么？失败的人没资格骄傲。我们是失败的人。你今天到比丘庙，这个比丘庙不配合你，其实不是比丘过，是我们自己没资格，失败了。我法师经常讲，你身在佛寺不可能哪个比丘不配合的，是不是？我们为什么今天会遇到这种情况？比丘没安居，你们安居就很困难。因为今天你安居，比丘没安居，你要做白，比丘不配合你，这是什么？这是果报。有果必有其因，什么因？自己以前种下恶因，得的恶果。所以失败的人没资格骄傲，是自己的失败，不能反过来怪比丘不配合你做白，这样理解法是错误的。我怪我自己，以前生生世世对如来的法不尊重，今天就得到这个恶果，没有比丘配合我做白，没有比丘配合我安居自知，因为要一生安居一生自知，半夜请交接。但这辈子遇到正法了，了解这，再不行将来呢还是没有果，现在一定得种下这个如来的正法的好因，
所以说有比丘尼真的很难得，不辞劳苦在为了请教戒住在千里，是不是？就是法治管教界第一站在去持千日，他们先有请教界这个法，正法就能现在他的身上。我们一切遇到的不足法的，都是自己过去造的恶因，感召的恶果。所以说这条件现在的比丘尼几乎都很难持到，是不是？因为没结界的庙不可能配合你，你做白他也搞不来，怎么个做白？那除非你们不去，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就得记住，不止请教界的时候做白，那将来请教界做不做白啊？也不做算了，也要做。那平时呢？平时要做也是很难，你就是来平安寺要做也是很难。为什么？因为他这个配合的问题。你们平常以前来开个车大门口就进来了，直接到停到停车场，是不是去磕头磕个头？因为他这个结罪的东西，戒律的东西，它很固定的。比如说这个杯子别人的，我几厘本处就犯盗戒，是不是？再放下去盗戒已经就成了。比如说他这个不白耳柱子结罪在哪里结？就是在我们山门口，你踩进来就结，不是到客堂才结。因为戒律当中它是很改定的，而且是唯佛独自的，谁都不能改的。所以这里讲的是请教戒，这里涉及到做白。我们看这文哈，就是做白，大家这一次都白过了，就叫河南。下面是比丘尼白入焰天，我们看这文：比丘当朝亮，若泥行善，智而无事；若衣服其具者，白入，凡此不天。比丘入泥是一而。而且比丘到比丘尼寺也是这样子的，也要告白一下的。但除一种情况，你请去不要，自己去的比丘尼到尼寺也得做个白的，不白的话比丘也会犯一个小过失。除非是比丘尼请比丘到他庙里，他是可以的。这是做白的事情。好，我们再来看比次说戒时至随前比丘尼来请教戒，少尼则起即以礼生白言。这就是接到我们刚才那个说戒的仪轨去了，也就比丘尼来请教戒做白，等大僧在说戒的时候随前比丘尼来请教戒，这个人就出来了。我们接着看啊，大德慈悲，您教召比丘尼否？若答言不堪者，乃至二十下以来，一一即问；若无者，凡是善坐前白言，遍问众生无有堪者。因为请教戒他这个法比较严格，道宣律师也说这个法已经很难行起来了，我也有把它抄出来哈。抄了我们不妨看一下陶衍。陶衍这次这本书当中，道宣律师在解释生拆比丘尼那条戒，比丘一条戒生不拆叫做比丘尼会犯过的。他就说，看第一行，就结罪中出名管教受相，立论大明司法灭矣，但行劣者犹无危矣。也就道宣律师在唐朝的时候说，司法就是管教戒这个法已经灭掉了，唐朝已经灭掉了，但行劣法已经只有存劣法了。但先祖在很多地方讲，在说戒正仪，行志超说戒正仪也讲，若管说戒实息故劣。所以我们这一次为了这个拆法师，法师已经超过二十腊可以拆了，他二十腊才可以行管法，没有二十腊都是劣法，但二十腊以上还得僧团拆的。法治初期是比丘，我们三百个比丘拆他去做结模，拆他去。但这个法先祖当中
他这时息固念，生道先立祖对这管教界这一块没有留给资料啊，所以我们在这做起来很难，要去查很多资料，查宋啊、棉签等等的资料。因为先祖直接说了，你看当时显管教界法很稀少了，先祖说我就列了，我就不解释了。这是在说戒正一篇当中讲的，还有在随戒实践里面也讲啊，但得须计时，因为教戒你要计时得，人行又稀，兼当为列法，如三补结摩。人行又稀，也就先祖那个年代，为什么这个管教戒法很难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是不是？比丘记得应该很有，估计当时比丘尼少或者什么情况。先祖一直说，当时唐朝管教戒很难行，到元照立师也是这样子的。宋朝的时候，他的管教戒也是很难行，所以这法师出世去慈仙寺教戒比丘尼的时候就说一句，什么千年等一回，一千多年了嘛，唐朝到现在都没有行过这管教戒。因为比丘尼来请教戒，无非是要你们来教戒我。佛陀制定的八戒法的含义也是这样子的，什么含义？因为比丘尼他虽然学法，他对法他那个不太深入，他必须得通过比丘每半夜跟他深入的法，跟他去讲解，让他在法义上面能得到利益，也就这是佛陀对比丘尼的慈悲。但你们平常来也就是啊，李僧祖就回去了，是不是？你看121页也讲到，很多情况都是理生足的。管教戒是你们来请，请完了这边生差，生差完了再去那边管教戒。其他我们看21页，这下面这几种情况只有理生足到这边来，理完生足回去就可以了。我们看121页中间那地方。四分立缘，若比丘生见变，也就比丘生团当中很多人生变了，应请现往礼拜问现。若别众，若不合合，若众不满，也就你们比丘尼旁边只要有一个比丘，你们都可以请教戒，什么礼僧足，只要他能配合你，你们这个法就显起来，一个就可以。众不满嘛，对方不满，那就理僧足。若一请现礼拜问现，礼拜问现就理僧足。若尼众，尼僧当中有生变的，尼众不合合的，尼众不满的，也就平时有成众，但有一些小庙，他就住一个两个比丘尼，他也没办法拆来，怎么办呢？来这里理僧足回去就可以了。叫众不满，一礼拜问现，生其缘，若你来与欲来请教戒人应受，不得数己道德犯罪。下面是广法，其前法中僧尼各五人以上，僧中有20那，20那是如法安居20那，方贤列广二法，也就是广列二法。若不足无20那，当礼拜问现。20那只是十德当中的其中一德，还要长得庄严了，懂恶不利了，说完能念欢喜了等等，这样子。也就在这节我们刚才有谈到那的问题，也就一件那最高的就是叫做比丘尼，这规格是最高的。因为比丘他10那以上就能烧徒弟，只要懂法他能烧徒弟，就能当戒和尚，几乎都能做。唯有一个叫做比丘尼，他要限定20那，其他都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你看20那，就算他20岁受戒都得到40岁了，而且他不当20那，
他还得懂法，你光饿死那不懂法他还不能教戒的。就像那个烧徒弟一样的，早上法师也讲的，烧徒弟要死辣，懂恶不利，你光死辣不懂恶不利也不行。因为在我们明天会跟大家一起学习那安居的法，安居如法，安居如法自知之后才有辣。因为安居自知之后，为什么有辣的这种产生，辣又这么重视，因为他要经过这么90天的一种的先修，就跟中国禅堂一样的，你建禅堂要打过几个期，5个期10个期，他夜店我们明天会讲到90天时间是干嘛的，渐渐用功办道的，经过这么20年20次的渐渐用功办道，他对整个法的精通，他能自立能力，他有这资格教导比丘尼。从烧徒弟来讲，经过他10次的安居，安居不是在外面挂个牌，或者像现在的安居啊，也就送个经听个课就叫安居了，这都是比较肤浅的一种安居的理解。因为真正的安居，我们看安居本义当中，或者有一个叫做延期自知的，是不是？为什么延期？他从7月15修前修前修前修到7月153个月，快要正果了，这个叫不能自知。因为一自知干嘛？大家一闪正不了果，那怎么办？不自知，接着修，加一把火，8月15就正阿罗汉果。说自知能证阿罗汉果，安居修前能证阿罗汉果了，3个月就 OK 搞定。是安居法这么个重要，所以说一切比丘当中的要求几乎都依那来的。你烧徒弟，你要做戒和尚，你等等，因为他这个法不能废弃掉。现在就是建在安居说戒这家废弃掉，就进入一种木法状态。现在谁说要依那来，谁跟你依那来啊？现在是依什么来？依资格来，有什么长啊，怎么有什么那个受戒多少年，受戒他你受戒50年不安居还是没那的。但现在在中国就很难，难怎么呢？有一些外面的小比丘来我们山上安一个居回去，那就头痛了。安那来是什么那？你那低要点你那高的，他师父没那，他徒弟一个那了。他们就问我们，他说师父，我师父要给我点礼嘞。但是从那个哪里啊，一见山上来讲，后受戒点礼先受戒，是不是？他师父先受戒啊，他徒弟后受戒啊，后受戒要点礼先受戒啊。其实这个法是不矛盾的，现在人把它理解成矛盾。他师父先受戒，受戒按照例来讲，你要烧徒弟你要10年哦，你要食辣才能烧徒弟哦。你受戒时虽然10年了，你没辣，你今天烧徒弟，你徒弟去外面结家安居一个辣，你回来你师父还给他点礼。我说应该啊，你师父是不懂法啊，你师父本来得安居时，你受完戒他得安居啊，他不安居本来就犯法了。我说你师父不安居没有辣，你出家10年不能收徒弟啊，又犯法了，不是？你说全身都犯法的一个比丘，我说你今天如法呀，你今天来这安居，你不是如法如律的做吗？说活在世不会出现问题的，活在世不可能出现师父给徒弟点礼的。他师父十个辣，安利来讲十个辣烧徒弟，他师父懒到那么笨，年年破下破10个辣，就是活在世不可能出现的问题，现在出现了。为什么出现？不依法了，中国才会出现师父比徒弟辣低的。为什么？因为师父不依法呀，师父要依法不可能比徒弟辣低的嘛。但是我们不行法，又反过来说师父怎么可能给徒弟点礼吗？我说就有可能啊，你不依法就有可能啊。所以说我们对法的理解错掉了，说师父怎么可能会给徒弟点礼，如法的师父绝对不可能。
你如法你要十个烂，你徒弟一辈子都赶不上你，所以说一辈子都不可能给徒弟顶礼。所以说这个安居法是这么个重要，我们就明天再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这安居法。说戒法就是暂时跟大家学习到这里。晚上下午就超过那个送那个上电的时间了，因为你们现在听课很辛苦，因为我们现在是压桌板。对，你看早上那么长，下午那么长，晚上还两小时，是不是？这么长你们就是很辛苦，很辛苦。你们下完课之后就是休息，养足精神，准备晚上两小时的到站哈。